今天带着我诺跟舅爷来看看我洛杉矶为数不多的朋友们，小强同学，主要是来这儿看看小强的新船哈，终于装好了。前后装了多长时间了？2年半。是这个吗？是这个，好熟悉啊！原来还是一堆破铜烂铁呢，在墨西哥。从现在开始哈，正儿八经得管你叫强船长了。30多米的大船，这可是够大的了啊！你下次来提前跟我说，我得穿上正儿八经的船服。这我今天也不开船呀啊！你临时搞突袭，表弟今天开这艘。我这看明白了。洛杉矶这点海洋被你们河南人承包了。我的那条船今天不干活，在上这个船上溜达一圈。哇，前面来酒吧，这都是来 party 的呗？这都是来参加 party 的。基本上啊，洛杉矶爱玩的老外没上过我们这两艘船，都属于比较 low 的。这个牛让你吹的。My brother, homie。哇，前面还有打碟的。况且这里边声音大的我都听不见了。哇！从这个角度还能看见你的船了啊，确实大，比这个大是吧？大一大圈。这个是他邻居的船，然后这边呢是强船长的船了啊。那你表弟在你邻居那儿打工是吧？我们一个公司，这两艘船。这里边呢，我一年半前来过。哎呦我去，现在都这么立正了啊！想当年我在墨西哥船厂里边看着你这地方的破铜烂铁，像个破船壳子似的。中间还有大 LED 大屏。3个晚上，就是我装了，虽然装歪了一点，到这边整个酒吧连酒吧台啥都出来了。正常情况下这边有3个小姐姐，然后给大家调个酒啊，弄点饮料啥的、啊、给我调一个不带气泡的啤酒。传统我们一般不允许这个乘客进来、啊、因为啥，他们有时候喝完酒啊就是啥都不知道了，然后这边有这种加油口啊什么的，他们打开扔个烟头进去啊，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船尾掉下去没有问题，就还能救，从船头掉下去就啊，那走吧，跟我上楼吧，楼上才是重中之重啊。老婆咱啥时候接他的地方度个蜜月，过个周末啥的啊。哇，这边是驾驶室，原来这里老破了。我有没有点船长的意思？往那这个就是流氓的意思。哎呀，触礁了，触礁了，快走快走。强船长，你是不是老拿那看对面女孩？借我试试来，借我试试。不羡鸳鸯不羡仙，羡慕强船长每一天。哎呀呀呀，二楼甲板，你看看跟你上次来，我搁这吃过火锅，我记得还有左左呢，好像在这里。是是是，左左有鱼缸有啥的。然后现在为上面加了顶灯带，还有这一排灯。这个上面有个摄像头，然后你给这边打碟，我给你看看啊，音箱一放，我跟你说，然后这摄像头一录你，一楼二楼同步，一楼有电视能看，对，一楼站也能跟着 DJ 该嗨嗨。哎呀呀呀呀，完两边的这种大喇叭，中间是 DJ 台，东西呢，戳那玩意儿呢。哎呀，晚上有蚊子没事，晚上搁这睡一觉不错，有一种上炕的感觉。是吧？这很东北啊！来你这儿来开 party 都是什么人比较多呀、啊？黑人兄弟占了有30%，白人呢也差不多有个30%左右，剩下其他的亚裔啊，各种各样的有个40%。华人多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但华人给这儿还是少数族裔。你要这一个 party 都是100多个人，你像咱俩组织个100多人都组织不了，文化真不一样。老外那钱包里啊，就付完开 party 的钱，真就剩几百块钱，他们照样敢开。你跟我兜里几百块钱，我啥都不敢出。那边陆陆续续登船了啊，搁哪想的这个项目呢啊？真是的，挺厉害。换来一般人啊，都不敢干这玩意儿。就这船嘞，装饰啥嘞，放洛杉矶算好看。我对比的是老外的船，放国内这船就真不咋地。这么土什么装修啊？我说这个不能比，放洛杉矶这边已经秒杀本地了开发地的船了。以后发达了别忘了我啊！当年你那时候小船是我给你提来的，那时候你还不会开船呢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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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进入这行业还是你带的，是不是？要不是你当时买的那艘船，我都不知道啊，还能做这种行当吗？赶快给我65%的干股啊！